我的名字是杨群妮，今年14岁，我是从8岁开始 Safeport 安全教育训练。为什么要学？因为妈妈让我学这个 Safeport 课程，是因为妈妈认为我应该要学会保护自己，因为他们不可能一直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，对不对？在 Safeport 我学到了保护自己的方法，跟预防坏人。自我提升的方法。自从学了 Safe 后，我的体能也提升了很多，父母也比较放心，让我和朋友们出去。